我的名字叫陈玄慈，我今年14岁，我从2年级就开始在这里学习。我喜欢制造机器的人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把我想象中的东西创造出来，然后我觉得机器人比普通那些乐高更有趣。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编程，然后我发现我英文确实是进化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英语来进行沟通，然后我觉得我信心也是增加一点了，因为有时候我完成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很有信心。然后很舒服啊，然后这里的老师很亲切，因为老师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会帮我们哦，不过有时候也会跟我们开玩笑啊，然后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是很有信心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一定会学。